想环游。越黑暗越歌唱，越平凡越发光，越是痛的哭了，越是笑着成长，越挥不动翅膀，越是想要飞翔，越是逆着风浪，越是向着光。笑容里有沧桑，眉目里有风霜，不惧旁人眼光，成就非凡梦想，台前镇住全场，幕后王者光芒照亮我的理想，站在你身旁。干什么？陆潮，你是还能找来接替我的人，所以一直以来我对你很客气，不管你想怎么样跟我竞争，怎么闹，我都不介意，因为你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来跟我斗。但是如果你敢动到我身边的人，你就做好准备 game over。 你身边的人？你指谁啊？吉秀、边边他们果然去跟你告状了。你果然是在搞公司派系斗争啊！我搞了又怎么样？辛惠美不是你斗争的工具，她是个歌唱家，她跟政治斗争没有任何关系，所以请你收敛你的行为，不要再拿辛惠美来给我做文章。辛惠美，你是代表春泽来跟我说的吗？我不代表春泽。那你代表谁呀？你自己，还是代表辛惠美啊？你是他的委托律师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他被甩了的前男友啊。你说他是你的人，人家承认吗？关你屁事啊，别跟我废话，马上解约。你以为刑天是你开的吗？陈玉强，你有本事就找律师来告我，刑天就是不解约你也告不倒我。我来就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，马上解约，否则我会揭露司浩鹏假唱的真相。什么真相？刑天的鹏是我一手建的，现场组的人是我带出来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没有什么事情我查不出来，包括任何一个细节，在一分钟之内我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查得清清楚楚，你信不信？淮阴话筒暴露假唱，现场有人偷拍到了，难道你真的认为你说一切都是巧合就可以蒙混过关啊？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我敢断定这些事情都是刑天内部的人在捣鬼。没关系，等我把所有的事情查清楚之后，我会把一切的资料全部公布到网上。一个拥有大牌艺人的公司，在自己做的节目里不惜毁掉自己节目的声誉，故意来打击自己的艺人，而且还全网推送，刑天十年的品牌都会毁于一旦，而毁掉这一切的人就是你，陆潮。这样的公司没有艺人会再来投靠，也不会有平台来买你们的节目，所有的一切瞬间全部都会崩塌。白城展和所有的股东都会来找你们兴师问罪，你们跟东海的对赌合同没法完成，千秋基业包括你的期权全部都会砸锅卖铁赔得干干净净。还有你，李陆潮，你的职业前途一辈子都别想东山再起。陈云桥，你敢这么对玉董事长？你不用跟我提 Helen， 辛惠美现在在精神崩溃的边缘，你们还在把她往死里逼，那就是在逼我，一切的后果你们自己承担。你就不怕洛林吗？其实当初是洛林找到我，你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说要上新节目的吗？他说用我呢，淳于桥就不会接近刑天给你找麻烦，因为他一看到我就会痛不欲生。所以我一直想试试洛林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怎么样，现在你的两任前女友那一个对你的影响力更大？叫他来。你再说一遍。叫他来啊！你不是想让我见他吗？可以，我今天就在这儿，在你的办公室见他，叫他过来。还有什么？我过去的私生活，不堪面对的情史，
还有身败名裂的诽谤。他想公开，我就陪他呀。我不管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混战，我奉陪到底。只要辛惠美可以离开这个恶心的地方，反正他现在已经听不见了，这些脏东西都不会吵到他。我无所谓，你让他来。好，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陆总，你看，出去待会儿呗。出去吧。消消气儿，你消消气儿，坐会儿。你不能真对我们下这狠手吧？辛惠美的事儿，我并不支持这么做。如果你坚持，我同意解约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但我有条件啊，只要你能同意，我今天就盖章签字。没别的，还是星天直播的股份。之前咱们聊过10%，不说了，就1%。你入股，我签字，给惠美自由。要不要联系薛医生？你一定要拉我下水吗？刑天视纯泽为敌，你还非要让我把另外一只手伸到刑天里来？你是想让我来挡住许长夜，还是想让我去对付白成展？你要把我撕碎吗？我可舍不得。你是刑天历史上仅次于我姐最重要的人，刑天就这么失去你，我不甘心。那是我个人的职业选择，用不着小题大做。淳于桥的个人选择，在这个行业里从来都不是小事儿。惠美的事我帮了，这是一件两利无害的事，考虑一下。孙先生，请不要跟我的合伙人讨论不该讨论的事情。什么是不该讨论的事情啊？就在刚才，我签了合同，春泽传媒收购了一家直播网站。我和淳于桥之间有竞业禁止，谁也不能违背。现在春泽的业务已经发展到网络直播领域，星天直播，他不能染指。真他妈有钱，你比你爸爸还爸爸。淳于桥，你是被他买断了是吧？不聊了，都走。孙廷远，怎么着？辛惠美，今天解约。姐，叫，不是，你听我说呀，你就走了。Thank you.
一下，小顾，说台长电话，说你刚刚手机占线就打到我这儿来了。台长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全部都是我的责任。昨晚休息怎么样？这个是收购武器直播的合同，你看看呗。明天他们就改叫春泽直播了，我谈的条件还不错。关于直播网站的事儿，我跟你讨论过很多次了，我不同意引进。我知道，可是直播是新锐的业态，将来很可能成为主流化的媒体。每次讨论我也都说了，咱们不能轻易放弃。那是未来。目前我们主要经营的业务是综艺制作。直播那种碎片化的传媒方式，观众随时进场，随时退出，根本就不适合有逻辑的大型内容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并不认为综艺节目会适应网络直播。要是你的节目都适应不了，那还有谁的能呢？咱们先把这个坑占上，我相信你将来一定能开发出适合网络直播的节目形态。你有多少资金？你告诉我你有多少资金可以入这个坑。你放心，我为了这单收购特别融了笔钱，等咱们资金回收就马上返还。资金链压力是大了些，不过不影响咱们周转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？星天和其他的公司把我们当成靶子，春泽发展太快了，一旦资金链断裂的话，我们会很麻烦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谋求快速扩张有什么不好？资金运转是我的事儿，这个不用你操心吧？你想要让公司快速的扩大规模，做个样子给你爸爸看，但是你也不能失去理智，盲目兼并。我是那种会把个人问题带到工作中来的人吗？你有什么样的心结，有什么夙愿，有什么想法都 OK， 你告诉我，我完全可以帮你。但是，请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你要选好一个正确的方法。还有，春泽不一定只是为了我个人的理想而存在。你想用扩大规模的方式去挡住你爸，但是我认为，这会让我们更不安全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，什么事都是双刃剑，我不怕他，你也不用怕他。昨天要不是我火速收购这家公司赶去救你，你会不会已经被孙庭远逼得签字了？会不会为了惠美被拖下水？说我不理性，你不也是感情用事的人吗？你跟孙庭远有什么区别？孙庭远想要用惠美的事把我绑在直播上，你也一样。哦，在你看来，我和孙庭远一样。今天也跟你解约了？是我跟他们解约的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的整个团队都叛变了，变成了星天的内部营销团队。你以前可是路条网的大功臣，现在变大罪人了。这事功事过，日后评说。爷不干了。你老板肯放你？我混蛋起来有多混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叛变是？啊，骂我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我电脑里这10万张猛料，你们一张都别想拿着，找黑客也不行。你给我滚！得嘞，我不干了。路条王也算够义气啊，要不然我就得到派出所接你了。这辞职一时爽啊，日后靠你养。放心吧，至少养你到帮部总解决完麻烦。
顾小谷的麻烦是我没管理好部下，我当然责无旁贷了。再说了，这件事儿也是我东山再起的机会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谢谢。要论八卦，你排第二，我都不敢排第一。这 Stella 和秦霄开撕撕到我头上，我不得给他们来个无差别攻击吗？你好。小小，哎，还在看呢。边边文笔简直是太厉害了，虽然啊都是咱们的亲身经历吧，可是他这么一写，感觉比电影都精彩。咱们新节目的搜索率又上升了，是吗？哎，这篇文啊比秦霄撒钱都管用，这回啊再也没有人骂咱们了，都知道咱们是无辜的了，都在骂星天和秦霄，他们搞营销大战。再说了，边边这篇星天和 DTS 的内部恩怨，我太八卦了。好的，台长，好的，我们后面一定注意。好，拜拜，台长。谁家小孩这么八卦？边边那篇文章帮咱们成功的摆脱了舆论战，他也决定解除制裁，让咱们继续推进节目。哟，他们一看情势不好就马上叫停，一看事情扭转回来了又马上催着你干活。你说他们之前怎么没想到会有好事发生呢？这市场浮动本来就变化莫测，就他们这点适应能力，还搞什么市场化改革？小妞，最近怎么抱怨这么多？欲求不满，早更行了吧？喂，龙总。好的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再见。龙子文啊。彼岸云不会又搞什么花招吧？不能，我觉得咱们打开局面的机会也许快到了。龙总，你找我？我在研究你们的案例。什么案例？你们开发的海上辩论会。因为预算少，所以做了极端的撒钱营销，效果并不好，受到了网民的抨击，你们的节目负面知名度上升了一倍。然后你们的营销服务商 DTS 分众公司放出了新惠美的假唱视频，一夜之间成了舆论漩涡的中心。而昨天夜里虞姬边边发了长文，把你们的新节目和新惠美 DTS 新天公司放在一起，却把你们云海洗白了。至此，名不见经传的海上辩论会还没有播出，正面知名度已经提升了三倍。不得不说，你们九零后真的很厉害啊！这个比剧本还剧本的一系列转折，你们是设计好的营销套路吗？其实是一半设计，一半意外，设计基本被意外给打乱了。我相信，不管怎么样，效果非常好。作为你们的播出平台，我觉得我们也是受益的一方。所以，龙总对我们的创新节目更有信心了吗？我期待你们更多的创新。我们早就做好了准备，我们的海上系列辩论会只是第一弹，我们同时还筹备了海上看片会和海上音乐台，我们要形成品牌系列。不用那么着急，盲目扩张不是件好事。龙总有没有觉得系列节目本身才是最好的创意？上次跟 AV 合作，我研究了他们在彼岸云上做的主题季活动。所谓的主题剧活动，他们播放了大量的影片、网络剧和综艺，其实在内容上都没有逻辑性的关联，无论是风格还是观众群体都没有能达到更好的统一，唯一统一的就是这些项目全都是 NV 出品，所以你们两方合作的主题剧活动虽然声势浩大，但是并没有突破彼岸云以往的点击记录。
你做研究也挺认真的，不错。NV 呢，虽然它规模很大，确实很散，品牌效应自然不强。这也是它为什么不能成为强者的主要原因。被收购也不意外。NV 被收购了？你的消息不够灵通啊，只顾埋头做节目了吧？我只想跟观众打交道，对资本运作什么的，确实不怎么感兴趣。你跟淳于桥真的是一对儿。其实我是想说，你是想说你们有能力、有想法，比 NV 做得更好。嗯，我们想做真正的品牌系列，如果有很好的网络合作平台，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专门的网络频道。网络频道，有点意思啊。龙总也这么觉得吗？传统电视和网络视频的真正融合，一直是我想攻克的课题。你的这个方向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探索一下。是吧？久仰啊！啊，我是那个新天派给惠美的经纪人。新惠美现在跟新天已经解约了，她没有经纪人。我交接的工作昨天晚上安排好了，现在你把钥匙留下，人可以走了。还有，把你的家政和护工全部撤走，我带了专人来。阿姨，别忙了，那边的东西收一收，我们走了啊。这里就麻烦你们了，定时看一下惠美的情况，但平时不要去打扰她。好的，那行，那放心吧。惠美，你干嘛呢？惠美，给我，这干嘛呢？这是，嗯？你听过贝多芬的故事吧？贝多芬的耳朵也是听不见的。人们说他会拿着木棍敲琴键，这样他就能听见声音了。我也想试一下。试一下，你让我试一下。惠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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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嘛呀？惠美，你别这样。你会好起来的，我问过医生了，你一定能听见的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顾小谷呢？小布谷，小布谷，行行，我来。那个，等一等啊！你看我带谁来了？哎，你们！哎呀，吉秀丢了新天的大单，我也失业了。他们仨跟我一样，辞去了新天的工作。我们现在可都是来投奔你的呀，小谷。
我真是太高兴了，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点，我们这儿的薪水有点低。哎呀，跟着不总干，低得了一时，能低得了一世吗？是吧？哈。那是，跟着我们不总啊，还是很有前途的。有各位前辈的加盟，之前老李跳槽损失的人才就都补回来了，而且比以前那波精英多了。哎，低调低调啊，也就精英那么一点点儿。哎，别提了，我们边边的文笔啊，简直太棒了！要不是你啊，这回我们可翻不了身。我也就算是那一个投名状吧。啊，那就插香结义，干起来吧。哎，小谷，我呢今天就是陪着大家过来看看你，好久没见了嘛，都挺想你的。不过这云海，我就不留了。野哥是要另谋高就吗？我想好了，我要到爱美会的粉丝总部去工作。粉丝团现在有专职工作了？有啊，像我们爱美会这么大的团体，总会有专门的服务岗位。再加上惠美的慈善基金那边现在缺人，粉红哥金盆洗手以后，就剩我们这些骨干粉丝了。野哥，为你开心，你终于可以全身心的追自己的偶像了。今天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一天啊！不如我们今天下午休整半天，出去搓一段，迎接新同事，也祝咱们越干越大。哇，小魔鬼鱼今天开恩了耶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事儿好啊，我定个位置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多明星经常去的地方。啊，走走走走。老板，走走走走走。小野，快快快，我们先走了啊！我回去拿我的包。嗯，好。野哥，我想跟你八卦一下。有关于新惠美假唱的事儿，啊，你别听网上在那瞎说，惠美假唱那是被迫的，而且最后实际也没有唱成。边边呢写的基本上都是实情，问题都是新添的，再加上秦霄在那边乱放料。可是惠美的唱功那么好，新添为什么要让她假唱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可要千万保密，因为这是我求着新天经济部才打听出来的，现在的核心粉丝权利我都没有透露过。惠美的耳朵失聪了。失聪了，他可是搞音乐的呀。所以这对他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才决定辞职加入粉丝会工作的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坚强，就应该团结，好好陪着他走下去。说的对。你也要加油啊，我们都看好你，中国综艺的明日之星。我还有点东西没收拾，我一会儿就过去，你先过去。行，那你快点。嗯，好好。喂，世纪帅男，你干嘛呢？吃午饭了没？我挺好的，吃过了。我这几天太忙了，所以就没联系你。刚刚好，警报刚解除。嗯，什么警报？要有麻烦你要告诉我。放心吧，肯定跟你说。你在哪儿啊？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我今天晚上可能不行，这边暂时走不开。好，那等你忙完。啊，不用，你不用等我，你按照你自己的安排来，别耽误你的事儿。好的。照顾好自己。好的，放心。拜拜。共享单车作为新事物出现才半年时间，对于管理难题和环保浪费的争议已经进行了七八个回合了。
是啊，叶强，就比如昨天某小区大妈反对孙子骑共享单车发的那条视频，你怎么看？这条视频呢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什么视频啊？好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们两个大傻子呀！对不起啊，导演，我这儿没准备这条资料。我这儿有啊。对不起，导演，是不是策划那边？什么策划呀？啊？跟策划有什么关系啊？停机，停机。哎，别动啊！你一动，我的面锅不是白挑了吗？坐那儿等导演吧。灯光老师，这个我们是不是得补补妆啊？化妆老师说要补妆了吗？别耽误功夫，大面光别关啊！妆都花了，待会儿怎么录啊？咱俩对对词吧，怎么都不一样啊？这也太多不一样了吧？来来，灯光准备啊，再来一条。哎，开始。导演，那个我们这稿子有点问题啊，我们能不能？没听见我说话呀？开始。咔。谁喊咔？哎呦，文老师啊！哎呦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刚都没看见你。我站这儿看半天了。啊。他们说稿子有问题，你不知道？是这样，文老师，这俩新人啊，他们太慢了，又不像您风趣幽默，就会在那儿傻读稿子，耽误我们进度。谁不是打从年轻过来的呀？紧张，紧张不很正常吗？啊，台里要求要带新人成长，我特意每周抽出两天的时间让他们接替我好好锻炼。你就这么带新人呢？啊？文老师，您看您说的，他们俩何德何能可以接替您呢？您都不知道啊，只要这俩人一主持，我们这个收视率啊蹭蹭蹭往下跌啊，是不是俗话说嘛，叫玉不琢不成器，是不是？你就这么做啊？你赶进度也不能不让人修妆啊。上期的节目这灯光打成什么了？看不见呐。把玉珠拍得跟老了二十岁似的，在网上被黑成什么了？这收视率能好才怪呢。对，我是这个节目的总编辑和制作人，以后在我的节目组别来这一套。是。行了，让大伙歇会儿，一会儿重录。王老师，谢谢王老师。你们俩得加油啊，要不我都不好意思帮你们说话了。咱们 DTS 是超一线台，压力太大，我们觉得挺难的。是啊，我也是工作之后才知道，我们主持人啊，就是道具的一种，全组的人都是来控制我们的。道具？你把自己当道具了，那别人当然就不客气了。再说了，道具怎么跟观众交流啊？嗯，要有把控节目的意识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好的主持人。像您这样的主持人能有几个呀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像您这么牛啊？加油吧。OK， 没问题啊。咱们过合同都已经一个月了。王总，合同该落听了吧？哎呀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等你一钟头了，今儿工作又得拖到后半夜。行行，那明天见。好嘞。既然工作这么忙，就别吃饭了呗。那可不行，现在都不在一块上班了，每个礼拜这个二人世界是我最期待的事儿。合同晚上再校对一遍啊。哎，你对我可以不用那么期待。那我就期待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我就期待。真的，我认真的说，你真的可以对我不用那么期待。你的心思我都明白，我的心思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不了解吗？我了解啊，我最了解你了 ，Kevin。怎么了？说的好像我多配不上你似的。这不是配不上、配得上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正视现实好不好？感情的事谁也做不了谁的主，这些放在一边不说。
你很清楚的知道，咱们俩之间还有很多现实的障碍，就比如今天这顿饭，应不应该吃都是个问题。不是，你要干嘛呀你？怎么吃个饭又成问题了？每个礼拜吃饭都没问题，今儿一来你就上纲上线的，你们恩威已经接受恒天集团的并购了。许常也剑指文娱圈磨刀很久了，他是一定要跟白成展一争高下的。而我现在的 title 是东海大娱乐事业群的总裁助理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是白欣欣的人。我们已经站在不同的阵营里了，凯文。你和我一样努力了那么久，为的是什么？我相信咱们俩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开玩笑吧。不同阵营怎么了？那你跟老大还在不同阵营呢，你会以他为敌吗？老大不一样。是，老大不一样，老大当然不一样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用顾左右言其他了，我现在我就告诉你，老大他不一样在哪儿。我们所有这些人就是一食物链，你知道。我爱你，但你爱文思墨，文思墨爱辛惠美，辛惠美爱老大，这就是食物链。而我霍凯文就是这食物链的最底层，你们所有人都比我高级。凯文，哎，你也不用可怜我，这按我这种算法，你也没比我好到哪儿去。只有老大才是最高级的，哎，他就是那么不一样的存在着，哎，他就是有他自己的生活，有他自己的爱情，他不会对辛惠美有感觉的，所以那么要强的辛惠美也不会忘了他，回过头去找文思墨。同样的，文思墨也永远不会回过头来找你。就算你现在把自己弄得啊，业界新贵，堂堂的东海集团大高管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哎，我就说怎么了？我们所有人都在彼此折磨着，你知道吗？但是链条它不会逆转的，修成正果的只有老大一个人，一切都注定好了的。同样都是男人。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活成这个样子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但是我现在真都没有力气再喜欢你了，更别说想办法讨好你，让你喜欢上我。我们这些人好像都是很熟的朋友，关系都很好的样子。但有一天，当你醒过来、跳出来，看着所有的一切，真相会吓你一跳。去灯光起，不错，变一下。好，顾总，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好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吧。好。嚯，带几个呀？工作的时候最怕耳机坏了，耽误事儿，包里还背着一副呢。行，春云那点招都被你学过去了，脑袋要煮熟了吧？哎，不过我说啊，你们棚这个高端的灯光设备。真的超赞，那当然。哎，我们计算机团队正在弄高级编程方法，快完成了，等弄好了效果更全。哇哦。谁到来天安排，谁留下心主宰，越亲密越伤害，过程或好已不曾留白，对未来的慷慨，只给出我的现在，我当然期待。我爱你着。
三个字呢？